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想拿我的血干什么了吗？血？什么血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三番五次的接近我，不是替我伤口吸血，就是搞什么结拜，不都是冲着我的血来的吗？哦，原来你脖子上的伤口是小葫芦弄的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 所以那天那碗血是李不归的，那你怎么跟我说是蛇血呢？我就是打个比方，那其实你们俩早就……哦，是不是环彩阁那次？我就说你怎么对这姑娘这么好脾气呢？不是，这么巧。小葫芦，你如果再不说，我就把这碗血给倒掉。啊，等等，这碗血可不能倒。为何？为何？哎呀，大哥，别舞刀弄枪的，听我说嘛。这个呢是来自塞外的秘术，我因为身体太虚弱，必须得喝阳刚男人的血，才能拯救我这弱小的身体。但是，这个结拜，我是真心的。虚弱？可我看你可是生龙活虎的呀。那都是装的。实际上，我已经病入膏肓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的生命之花，因为我太虚弱，所以手臂上才会出现这朵花。如果这朵花一旦消失，我的小命就没了。所以白头大哥，我求求你。把血给我喝了吧，喝完就好了。好啊，那你当着我的面把它给喝完。谢谢大哥。老哥，我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休养身体了。我看这个丫头可能确实是有苦衷，要不然我跟过去看看吧。不用了，她已经吃下了青符血珠，现在我可以随时知道她的行踪了。怎么了，女侠？哎，女侠，找什么呢？拿到了。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咽下去了。这拿是拿到了，但是李不归已经起疑，之后要是想要拿到他的眼泪，可就更难了。但其实现在啊，只要能找到李不归的软肋啊，拿到眼泪就是早晚的事儿了。你不是和那个沈姑娘挺熟的吗？那个其实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哦，那你能不能叫你那位普通朋友过来帮帮忙呀？帮什么呀？大人，属下已找到孟幽的住址，就在广平府城隍庙。怪不得他能找到我，原来是有城隍在帮的。区区一个地方灵官，不用害怕。我担心他会破坏我们的计划，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蚊虫，只要碍眼，他就得死。既然他们已到了青川，那么接下来可就由不得他了。您老不是立了军功，今非昔比了吗？咱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月月，今天呢，咱们不谈儿女私情，我是有个正事想要问你。你知不知道，李不归他最伤心的是什么事儿啊？
知道，一个问题一百两银子。大姐啊，我跟你非亲非故的拿钱办事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。女侠，把钱拿给我。啊，我哪有钱呀？感情我自掏腰包是吧？行，来，功德箱的钱随便拿。谢莲，你真不要脸，这城隍老爷的钱你也敢动？谢莲，我怎么摸不到你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摸不到我呢？你怎么变成这样的？你看这事儿闹的，你怎么突然给我暴露了？你不是上战场立军功去了吗？怎么就变成这城隍老爷了？因为我死在战场上了，而且早就与你阴阳两隔。你之所以能看到我，是因为你有阴阳眼。那他呢？他为什么也能看见你？他也是阴阳眼。哪有那么多阴阳眼？你胡说！除非你也是灵官。李不归和汪明堂，你们两个是来抓李不归的。你们一直都在骗我，我要去告诉李不归。沈国良，你放开！谢莲，你个王八蛋，你给我松开！小月，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很恨我，可是当初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，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没有能力去照顾你，我只是一介草民，后来上了战场，之后也只能选择避而不见。如你所见，我现在变成了灵官，而你在青川，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两界。我与你走得越近，只会给你带来灾祸，所以你现在需要找的是一个能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人，去和他共度一生。其实我之所以这么努力的工作，也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和你再在一起，共叙前缘。女侠，对不住，十八铜人多也多嘴。你要干什么？这丫头太容易哭了，我还没跟她说几句，她眼泪就掉下来了。看来她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对她也别太狠心了。女侠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俩现在就像葫芦藤上接南瓜，没可能了，还不如让她趁早死了心，好让她开始新的生活。真没想到，这汤没让李不归喝上，倒先给沈卓月熬上了。哎，女侠。你控制好量，就让他忘记今天的事就行了。啊，这又怎么控制啊？你们凌渊来的肯定有办法。
那我也不……啊！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哦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滚！好嘞。沈姑娘，今天真对不起啊，连累到你了。别这么说，你今天救了我，是我应该谢谢你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为什么我能摸得到你啊？所以你真的不是灵官？我清风撞进我的梦，春草时夏蝉时秋落风冬雪时都不及你眼睛长。